大家好，我是来自上海京剧院的陈少云。陈少云，国家一级演员，戏派老生，他嗓音不负帅前，功夫蕴藏强烈。他牢牢把握了戏派艺术之魂，人物塑造鲜活，表演规范工整，传递出戏派艺术的魅力，被视为当今剧坛最具有代表性的戏派艺术继承人。今天由我教唱这个戏派名剧《鸿门宴》张良的一段唱，请主公但把宽心放。在交唱之前呢，先请大家听这段唱的演示。
臣学士一可拜他为大将，今人口率领三军保持东归一破强敌出霸王，今日里百别之功他相望带来日结家在前的一样。请主公但把宽心放，这是张良呢在这个刘邦啊送他的这个路上啊，这个张良对刘邦的一段唱啊。因为张良啊是刘邦的身边一个重要的谋士啊，能言善辩，足智多谋，协助刘邦逃脱鸿门宴的之险境后呢，为刘邦规划出夺取大汉江山的蓝图，以及自己啊要远别主公他乡访贤求能的一段嬉皮流水唱段。这个人物是我们周西方大师独创的一个典型的用大嗓小声的人物啊，扮相呢英武俊美，所以这段唱呢是体现这个张良临行前对刘邦的这个许诺，一个是告慰刘邦你要振作起来，你要学越王勾践啊，这个能屈能伸啊，到一定时候啊你一定会成功，哎，所以这段唱主要是表达张良对这个刘邦的这个希望，也是对刘邦的承诺啊。现在我们就来把这段流水哎唱一下。请职工，请职工，等儿都胆把宽心放，胆把宽心放，细听微臣，细听微臣，是端详，是端详，强弱不敌，强弱不敌，咱必让，咱必让。原来按照我们老的呢，这个降呢应该唱个强，是端强，因为后面我有一个强弱不敌，所以跟他的连在一块了。是端强，强弱不敌，这两个就相碰撞，所以我就把这个是端强强啊，然后强弱不敌咱必让，所以我把这个把它区别开了，所以大家要注意这个啊。再来，保中起先。保中起先，破心邦，破心邦，一个龙养得兵强，养得兵强，马有壮，马有壮，辅夺三秦定家邦，辅夺三秦定家邦，前辈的越王勾践。前辈的越王勾践有志亮，有志亮，要学他我心常担在泥泞之中，要学他我心常担在泥泞之中，土八强，土八强，张良此番，张良此番，故乡王，故乡王，三件大事，三件大事，在心旁，在心旁，是项羽迁都彭城，是项羽迁都彭城，把咸阳让，把咸阳让，刘豫之功，刘豫之功，建都立业，建都立业，称帝王，称帝王，逊舍那，逊舍那，之后叛卒归汉，之后叛卒归汉，叛卒，这个卒，我们按照我们这个念普通话是楚，
但在我们戏里头念楚，哎，也不完全是尖字，也不完全是团字，哎，盘楚归汉，哎，盘楚归汉，哎，心所向，心所向，女儿龙纷纷来投，纷纷来投，抱汉王，抱汉王，此一番，此一番，我把那心汉灭楚，我把那心汉灭楚，元帅方，元帅方，臣以绝世，臣以绝世，哎，这个我们的念普通话是绞书，但是这是上韵，绝绝，臣以绝绝绝世，诗也是个上口字啊，不是书，臣以绝世啊，臣以绝世，见贤良，见贤良，这个见是个尖字儿，见见贤良，臣以绝世，臣以绝世，见贤良，见贤良，若有人臣绝世，若有人臣绝世，即可拜他，即可拜他，为大将，为大将，定能够率领三军，定能够率领三军，保之东归，保之东归，离破降敌，离破降敌，楚霸王，楚霸王，今日立百别之功，今日立百别之功，他相望，他相望，待来日，待来日，接驾，接驾，这里根在先的一样，在先的一样，这个呢也是个虚字，不要太突出，呢把它当一个字儿，它一带而过，啊，它是更加重了后面两个字的力量，哎，你要接贤良，他就没有接贤的，你看他的力量，他突出这个后面这个，待来日接驾，待来日接驾，的龙根在贤的一样，在贤的一样，哎哎，一样一样强化，哎，阳一样一样，哎，这样唱呢，他这个唱腔就有力度了，哎，有几个关键地方啊，前辈的越王勾践有质量，这一句是比较重要的，前辈的越王勾践有质量，那个龙要学，你看他节奏拉下来了，他拉下来的目的是为了最后把这个节奏推上去，要学他，我心长胆在你心之中，这个我心长胆在，这句要重，长胆在你心之中，突八强，哎，这句呢，这段唱腔的第一个重点，还有个重点在哪儿呢？此一番，我把那新汉灭楚的元帅访，此一番，我把那新汉灭楚元帅访，这也是个重点，哎，还有一个重点就是那个，定能够率领三军保之东归，力破强敌，力破这两个字。要重，定能够率领三军保之东归，力破强敌，楚霸王，这节奏上去了，今日立百别之功，他相望待来日，这又是重点，哎，所以这段唱这几个重点咱们大家要记住，现在我想呢，观众起来唱两句，请鞠躬，胆怕宽心房，哪个人
细听微臣学断将。嗯，好，不错，不错，就是那个细听微臣，微臣一个小尾音，微臣学断将，然后下面就强弱不敌。哎，还有哪位同志自报奋勇来起来唱？尽力的百别之功，他乡望带来日结下龙根在先娘，就是后面那个尽力百别之功，他乡望带来日结下在先的一个小复音啊，你不要再先娘，这就没劲儿了，唱到后头这虎头蛇尾了，这个咱们后面还要强调，要强化它，所以必须要再显得一样，能把最后这个那个这强调的部分把它烘托起来。现在请我三个学生，一个鲁肃，一个冯胜章，一个李轩宇，把这一段唱腔呢演示给大家听一听。大家有什么意见呢，或者有什么看法呢，都可以问问。陈老师您好，我想问的是，张良在这出戏中是大嗓小生吗？对，你看他那个，据我知道的，你看出的是张良，完了以后还有什么红鸾喜去那个木屐啊，原来都是小生活嘛啊，哎，他也能唱，用大嗓唱小生，哎，这个张良呢也算是大嗓小生。下面还有什么问题大家要问的？陈老师您好，哎，我想问您一下，就是我们在唱这段的时候应该注意什么呢？这个流水板虽然都是相同的板式，但是环境不同，人物不同，身份不同，事件不同，所以他唱出来他的重点跟他的这个节奏我们要掌握的。哎，他因为他跟刘邦分别的时候呢，他答应了刘邦三件事，但是他也要求刘邦啊不要怕也面前的困难，所以唱的时候呢该鼓励他的，该期望他的，
要唱出来，要唱出他这个心情来，然后再唱我有三件大事我要帮着您去办。所以这段唱一定要唱的那个有重有轻，比方说宝纸东归离婆强定，像这个哎，他前面有这个温和的，到后面有强烈的，哎，你没有前面的这温和，你突出你要都是一公份一道汤，就突出不了重点。还有什么问题？陈老师您好，哎，我能和您一起唱几句吗？可以吗？可以。是端详，强弱不敌，咱必让。保重起见，破心邦。好，千万注意他的那个咬字啊，咬词啊。请鞠躬，但把宽心防，细听微臣是端详，哎，是端详，强弱不敌。这句咱们要把它突出起来，咱必让，就咱必让，哎，在目前情况下项羽是强的，刘邦是弱的，在这种情况下你硬跟硬拼啊是不行的，哎，咱们就要学聪明点，必让，哎，保中其贤可兴邦，虽然你看你被贬入保中了，但是你准备粮草，准备练兵，哎，准备你该准备的一切，然后起来才能跟项羽对抗，哎，所以我们唱的时候呢，要把这种情绪，哎，强弱不敌，咱必让你个中，保中起心，可心邦。你包括目前你处于弱势，到你准备完了准备完了以后，哎，你强盛起来了，你就能兴邦了，哎，所以我们把这种。要给他唱出来，下面有奖问答，这个答得好呢，这个栏目还有奖品发给大家。好，我先问大家一个问题啊，这个当年周信芳大师啊与他的弟子们合唱鸿门宴一句时候呢，除了张良以外他还扮演哪个角色？陈老师你好。你好。他还扮演过范增。哎，对，他老人家除了演张良以外还有一个范增。第二个问题，这个鸿门宴刚才我们唱的这个版式是什么版式？陈老师，嬉皮流水版。哎，对，答得对。还有一个问题问大家啊，这个你们还能举出周信芳大师曾经饰演过大嗓小生的戏吗？那个平辈别摇是吗？啊，对对对对对，平辈别摇是一出武生戏啊，可是我们大师呢也是经常演这出戏，他非常喜欢演这个大嗓小生戏啊，哎，带一点武的，哎，他是非常喜欢的。刚才答得很对了。现在让我们大家起立，咱们一起来唱这段。强弱不敌，咱必当。
把新娘让，有女之功见不立业臣帝王，只是那之后叛徒归汉心所向，纷纷来投报汉王，此一般我把那新汉灭族元帅方，臣以国事见贤良，若有人臣学事